这个吴二道太极，接下来是钢琴和太极表演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非常有趣哦。非常有趣，非常有趣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接下来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就是这位是一位少年钢琴家，他名字叫做欧康维啊，他和我们 Sacramento 地区著名的陈氏太极传人啊，毕清文毕师傅联手为大家打造了一场这个特别精彩的节目，名字叫做《钢琴与太极》。那个接下来呢，康卫首先要为大家弹奏一曲激情澎湃的《黄河》，然后毕师傅和他的毕师傅的学生们呢，就会随着这个悠扬的琴声，带领大家进入了太极的世界。大家观赏。Let's enjoy.
想法。15岁就已经多次获得过这个钢琴比赛的第一。好，下面是毕师傅和他的学生们以及康伟，大家再次送上热烈的掌声。谢谢毕师傅。Thank you, Master V and your students. Wonderful Tai Chi performance. We've seen several very energetic dances.